臣妾近日未征得王君的同意，擅自更改了婉云宫的一些陈设。无妨，若不合，赐给你的宫殿，你想怎么布置就怎么布置。谢王君，若王君有空，不妨来观赏一二。好。 臣妾看这帘子羹怕是凉了，我去温一温。不打紧，放着吧。王君啊，臣妾从小就爱古籍，自打来到成虞国，就听说天下的古籍皆在王君的书房。 启禀王君，白统领求见。小九，快进来。哦，小九，你怎么来了？臣拜见王君，拜见晚婕妤。哎，免礼。谢王君。臣画了一幅短刀图，还望王君赐教。你还会画兵器图？ 婉婕妤也一同看看，给臣提一些意见。若是普通的画作，我还能提出点意见。像这种短刀图，真的爱莫能助。他真的没有任何反应。图上兵器既可以做短刀，还能做长剑，做银针暗器。 还能做铁弓，一物多用，甚是精妙啊！王君好眼力，一眼就能看懂这个兵器图。此处机关尤为精巧，那正是我在太成宫修改过的，想显摆给你看的地方。此处正是我颇为自得的地方，只要拔下这个铁片，刀刃便可自动收回。 如此一来，兵器也可自由转换，不留痕迹。如果他真的不记得，那他来到帝君身边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？难道他真的爱上了帝君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跟随他？小九，这兵器图可不可以借本王临摹一幅啊？王君若是喜欢，尽管拿去临摹便是。啊，婉婕妤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 书房是本王和下臣们商量要事的地方，以后无事，这些嫔妃们就不必过来了。是。来，小小。是。这个是怎么转换的？哦，只要将这铁片取下来，它就可以变成短刀。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back.
轻敌。小九不必拘束，也让本王尽兴一番。没想到我还有这样的机缘，能同帝君过招。帝君，以前我想找与你的共同点，找得我遍体鳞伤，没想到如今我所长竟是你所好。王军好身手，王军好身手，好久不练，生疏。难得王军近日有此雅兴。你说错了，今日本王是来寻你的。寻我？嗯，正好走动走动，看看你们偷懒了没有。属下不敢。好了，哎，本王在这儿让你们不自在。那就有劳叶将军同本王走一趟吧。是。今日让膳房给禁卫军赐宴。是。谢王军。谢小九。小九，你究竟做了什么？王军为何如此高兴？是啊，对啊。这可真厉害！是，我也不知道。这把短刀的设计可真是精妙啊！乍看之下是把短刀，细看，实则具有变化之能。好眼力！此短刀，既可化为长剑，又可化为铁弓，还可发射暗器，大有玄机，令人叫绝呀！此图是谁人所画？难道是小九？就是小九，这个小九啊，专门救本王于水火之中啊。